今天限号，等公交呢。偷拍他人违法，你谁啊你？我是律师。死变态！这不是我的，还污蔑别人。你等一下，这就不是我的，这下你信了吧？销毁证据，不要脸！哎，你等等，哎，我是律师，我怎么可能会做那种事吗？你有没有听？你听我解释吧，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让一下，我的爱上水般汹涌，你不是冰霜的心动，你却让我来，你只有悲壮。真正不卖力的心，也不说一这次的爱却不是冲动。裙子。手也不是你的，误会，流氓。我到了，你在哪儿？哎，你走路能不能看着点？抱歉啊。嗨，喂，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喂，嗯，哎，你电话，老，你拿错了。嗨，一共6块。嗯，这个还能退吗？当然就不能退。你手机，谢谢。求我，想了没？不求，那我走了。麻烦快点，张大律师，求求了。乖，给你。我手机呢？哎，我屏幕怎么是碎的？哎，我手机摔成这样，怎么回去啊？叫姐姐。哼，想都不要想。那我走了。哼。哎，姐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上来吧。啊，好。报警。男女授受不亲啊？是吗？